危险！美色，如狼似虎，瓦解人的意志，别说是碰，连想都不能想啊！我您的话含金量到底是多少？方便透露一下？你在试一为十吗？他们本都是劳苦大众，今被解救，我只想让他们体会一下久违的人情和社会的温暖。与美色无关，美色是一种无形的邪念，只要心中莫有，自然不为所动。